又轻松，大家好，我是丹丹。随着年龄的增长呢，有些人会发现，虽然说他的体重没有变，但是呢，他的整个的身体的形态啊，已经发生了改变。就比如说，有些女孩在20岁的时候呢，她是100斤的体重，形体都非常的漂亮。到30岁的时候呢，她的体重没有变，还是100斤，但是整个人呀，感觉很臃肿。这个是因为随着年龄的逐渐上涨，我们的身体基础代谢呢会越来越慢，就会导致我们原来的肌肉含量呢现在变成了脂肪含量较多。那么今天呢，丹丹跟您分享一个臀部的减脂，肌肉的线条更好看，把这个翘臀给练起来。这个动作呢适合久坐一族的人，那更适合呢我们追求形体上完美的人。保持身体直立，重心放在我们的左脚上，抬起我们的右臀，向后向右，要掌握我们臀部上面这块肌肉的一个发力。可以把双手呢放在我们的腰底处，好，环跳穴的位置。好，我们在抬腿的时候呢，能明显的感觉到这块肌肉它是向上的。这个腿呀，抬的高度不是说我越高越好，或者说是越远越好，不是的，而是正确的掌握我们这块的发力点。每天给自己20分钟的时间，我们左右呢各练习几组，坚持一周，我们的臀部会紧致；坚持一个月呢，我们的臀部不仅紧致，还达到了上翘的过程。如果您有其他问题的，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，更可以点。